2月6日，一篇题为《另一个拉姆》的文章在网络引发关注。文中讲述了一位名叫马金鱼的女子的婚后感情经历，称其长期遭受丈夫家暴。2月7日，记者在青海省贵德县一家医院见到了马金鱼的丈夫谢德成。谢德成否认自己长期家暴妻子。一直人的名字就这是扎实，一直人就这是谢德成，弄整一把就是弄是海面，也不是早面，也不是不叫扎实。名字就是谢德成，真正谢德成这个人俺们这个，夫妻子年龄也是16，大家过家看着呗，真到现在你这个发生出去的好多人拿着进去看后，那这个人就不承认，或者那我和他的你说那俺们生活。当提起文中多次提到的对妻子家暴时，谢德成矢口否认，称之前是因为父亲喝了酒，妻子对公公不依不饶，因气不过扇了妻子一巴掌。轮着了妻子。那家还打着年纪套给的，打着家子年纪打还给的，吵了多年子，没一阵子这回事，这个那可是还证据拿得出来，他当时住院子这些，曾经那小伙可是那没人的这个可能以后闯寒家了。当时你是他那个年纪是多长的车？车后面呢？车后面车是吧？那他副驾驶是正面坐的，那中间坐的，车前的，那车我给他出租车的坐的这个，他好几万钱没值得的，中间过去的。年轻起副驾驶这个座位上是单着手机，是头碰地的。完了之后，他丢掉倒挂的是倒盖上去，直接这碰的是个五万。你说你是打过那是八招吧？是八招，这个是八招打过，没打着那人擦出来就丢掉，没住就没住啊。那也这个房子没住花，那负能负法律责任。采访中，谢德成还告诉记者，马金鱼和谢德成家人的关系并不好，他甚至都没有去过马金鱼的家。家人啊，你哥哥是啊，你父亲这边还有其他亲戚？关系不好。父亲亲戚和他，当时以后，那反正那是身边很面子，亲戚都转了，不能不走的，直接不走的。你的事情打不成，就包括那家人组织家暴了组织，那娘娘那电话给打的电话，啥回事？你娘娘你电话打来着？可啥回话就这样啊？就这个样子，那娘娘两人你说会找他了？就这么子个，否则的话，他那么娘娘那么亲戚们，包括娘子，这家里不来，就这么子个。我那两人结婚就这么多少年了，他家人那见面就这么两次。他是阿妈见过。啊，没见过，他咱妈那直接没见过。啊，直接打打。感情再没见过。随后，当记者询问谢德成3年间为什么没有找到马金鱼母子时，谢德成表示曾经去青海省天峻县找过，但没有找到。因为他是。这号码不知道，他是身边同事哈，那打电话好，明明是咱们联系就好，咱们夫妇就不知道个，好久没有联系过金鱼也个，接这个话个，没联系过个，不知道个，难道再想联系去吗？那不可能，我们自己个跑着，火车个坐着，毕竟还要上海，还要自己到处出去呗，就是个规定全着这操还好，还是行不行吧？这个人行不行吧？在采访中。对于马金鱼那篇文章，谢德成依然有着很多疑问。他表示十分想再见马金鱼，当面说清楚所有事。那你那还不辜负你最起码你那原因负责呗？为啥子不辜？为啥子那把娃娃偷掉了？偷掉了直接性是3年间你就直接啥消息没有？为啥子昨天晚上你写日本写个文稿子是这临时个拉磨，而且这个路还特别逻辑，记着为啥原因啊？还是你是一三母子啊，还是是啥情况？那都是不知道个。那就希望着自己是，通过很多的名词，然后当面，来给个比方现场直播嘛是着，或者是啥把这些话给那两人把这个事情给父亲的时候就说清楚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那得就拉倒。当记者问及见到妻子后将如何打算时，谢德成表示仍想和妻子维持婚姻。共同抚养孩子，孩子比方来了不好，那俩过了不好，那孩子原日也辛苦他了。就这么个，因为啥？那从小是单亲，是个单亲家庭的，这大子，从小他那学了吃个母娘娃，炒母娘娃，端子在这个这个这吃不出，这老子娃娃这你至少你拉这活，那可成就单亲家庭了。那娃娃在知识方面他可能真那个好。那小孩还是两个人能过好好过好好。采访完谢德成，
记者又驱车前往贵德县公安局了解情况。我们看到这个马金玉发的帖子以后，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马金玉本人，打他手机号是他不接，然后我们联系了他的丈夫，从他丈夫口中了解的这个情况，我们也没办法这个单方面的来佐证他这个帖子的真实性。现在我们晚上分成六个小组，现在正在加班，找他这个两个人的亲朋好友相互印证一下这个帖子的真实性，现在这个还在进行中。截止发稿前，本社记者多次联系马金鱼，未收到回复。